救我，救我！宜兰歪歪球是今年初才全新开幕的宜兰室内景点，位置在苏澳交流道附近，以创新互动式球类运动为主题。票价150至200元，100元可折抵消费，就能畅玩歪歪球馆内12大球类运动，很受欢迎。尤其超夯的巨大真人弹珠更是打卡必拍，如同打地鼠般球来就撞，模样超有趣。我现在要滚球了，球来着，哎，不够用力耶，等一下，再一次，哎，打出去了，太粗鲁了，哎呀，打到妈妈，靠，
一人一车，开始。哎，还可以捡的哦，还可以捡的哦。你不捡一颗，一颗。老婆，你先不要捡，一人一车，不要捡，一人一车。 好，都没了哦，一颗就好了，都没了。你赖皮嘞，一人一车而已，一颗，两颗，刚刚那颗不算，三颗。 三颗，哦，四颗，五颗，六颗，三颗，五颗，好，赶快捡一捡，换妈妈，啊，捡一捡，换妈妈。 好，不行，刚刚两个，一人一车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能再捡了啊！
其实有点难度，因为洞跟洞的中间有一个金属物，所以有时候会把球给弹开。我要抓到诀窍咯。两颗哦，直接用头的也可以就对了。三颗，哇，好像很厉害。差一点点弹出去了。这不是用弹的吗？原来是要用头的，是不是？好，五颗，换你了。好，三号选手。哇，哎，弹出去不算了，是不是？哎呦哎呦，他刚进去又跑出来。你想乱投都中是怎样？哎，乱投为什么会中？不是用弹的吗？刚连中哎、欸，三颗了，看起来很简单，我原本觉得很简单，可是还是有一点点的难度。哎呦！超级简单的，好不好？前面先假装失误一下、啊。这关叫做乒乓狙击手，可以在这边随便选个道具，然后开始。哎呦！
就是要用乒乓球把那个牌子打掉。刚有一个，哎呦，投在同一个地方，两颗，有哎。直接过网就好。一个，两个。直接过网就好，直接过网就好。三颗。有，三颗，最后一场，一颗，一颗，两颗。剩下九秒，剩下六秒，五，两颗，两颗，那个六颗好厉害哦，对，厉害，好啦，有就好了，有就好了，换人家玩，换都有点吃账，哎，妈，是拿拐杖哦，好。捡起来，范小健。
好啊。太烂了啦！哎，脱糖，眼睛脱糖，哎，可以啊、哦。哎，准啊，准啊，准啊！你要准，你要准。好了 ，OK。不要打到我哦！哦，我也是用踢的。懒人捡球法。三颗，四颗，五颗，六颗，哎，没有，六颗，七颗，哎呦 ，Lucky Seven， 掉两颗，很厉害啊，太少，好。现在是要打高尔夫球的意思，一杆不进洞，这关的名字，紫色，喂，有哎、欸，准哎、欸，最一般的灌篮，哎、欸，太久没打了哦、喔。进了进了，好，再一次 ，OK， 完美 ending。哇，一次就中，你晚上跑去投点球。哇，歪的哦。有啦有啦，中了啦！三球，最后一球，中，最后一球，哎、再次，对 ，OK， 看三号选手，还是球轻的来球，哎，厉害哦！欸、小时候怎么没去参加篮球队啊？二连中三，三阳开泰，开三元，连中四，太近了，啊！最后一球让你投中，进了，中心三分球 ，OK。OK。现在进行颁奖典礼了，第一名送的名刀吧，第二名是我们的美兰猫。好，来讲一下获奖心得。今天我很努力。你很努力。所以我得到这个奖杯是应该的。对。因为我有够努力。没错，而且他很多爸爸很多很厉害，都投很多分，突然发现原来他也是有运动天分的。是。妈妈也很厉害，也是很努力。妈妈真的好。